有什么配备啊？就一件一壶啊，裤子啊，我有穿内裤，有吗？柯P男的一身运动装，还穿上专业跑者短裤，秀出秘密武器新鞋子，挑战101登高赛，一副信心十足。那志祥今天有信心吗？是啊，笑成这样转回去。哦，我这是赶鸭子上架吗？从11楼变到这个91楼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乘以9倍就可以了，40分以内了。目标就是这个。对啊。目标40分钟完成2046个阶梯，柯文哲9:05起跑，越爬脚步越沉重。柯市长大气一吐，一手插着腰，一手扶栏杆，说什么脚步也不能停下来。终于攻上91层楼，柯文哲满头大汗，喘到讲不出话。比赛成绩45分54秒，比预估时间晚了5分钟，原来是身体状况不太好。今天早上才去台大急诊处理的，我本来还想说啊，不过后来想一想，因为这么多人都准备的，硬着头皮来的。没有，这还好还好，这今天状况不是很好，因为昨天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，我身体不太舒服。不是，然后怎么紧张？公务班吗？不是，这个年纪大的哦。总是会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啊！自曝赛前挂急诊，柯文哲展现超强意志力，再不舒服都硬着头皮实现101登高赛，才刚写下首位完赛的首掌纪录，柯市长已经开始思考下个挑战目标。记者郑南宗、陈用文 S 超台北采访报道。